我看在林姑娘的份上，暂且饶你性命，还望林姑娘尽快兑现承诺，找出真凶。如若不然，本王定会让齐王府鸡犬不宁。那是父亲送我的礼物中我最喜欢的。爹，恕女儿不孝，不能及时与你相认，让您老为我操心了。娘，我好想你啊，为什么我已经结束了现在的生活，可是还是娘，娘，醉酒失忆，那就先告退了。娘，今日之事，谢谢你。妾身只是随便说说，你不用多想。你当真相信我不是杀害楚子谦的凶手？自然愿意相信你，况且你与楚姐姐是青梅竹马，你又有何理由要杀害楚姐姐呢？是啊，我又有什么理由伤害她呢？都是我的自以为是，害她失去了生命。这一切若楚姐姐在天有灵，定不希望她爱的人受伤。只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，为何你明知道我的身份和目的，却还执意留我？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是你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就像相伴多年的恋人。你开心，我就想跟着你一起笑；你难过，我也会跟着一起黯然神伤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嫣儿，从林州回来的时候，我便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总有一种直觉，我余生相伴的那个人一定是你。
角残雪不见君，丝竹声声入耳来，玲珑氤氲错落枝，断续青丝诉佳餐。萧瑟声声问